力量比较好吧。好好好，我拿错了。来，弟弟要挑战这个爆破贝利亚，这个装强化零件的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装了对不对？OK，那我现在来打了，我先打，你看可不可以打赢他，好不好？打。好，看看你的圣战战神跟强化零件爆破贝利亚谁比较厉害？我们来观战。圣战战神疯狂旋转，爆破贝利亚撞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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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，哎，果然很强，爆破贝利亚果然很强，你看他赢了，你看他比较晚停下来，转停胜利，再来一次哦，好不好？放。你用疯狂暴风旋转哦，而且还打斜角。当然啦，我用的是龙卷风弟弟，对不起，你的圣战战神还是没办法赢装了强化零件的爆破贝利亚。强化零件果然。第三场了哦。二一，战斗开始。好，到底会不会赢呢？弟弟，你又输了。他撞了强化零件之后实在太强了，根本赢不了。爆破贝利亚，胜利！